行，你看一下啊，因为你都是全部击球的底部去往回掏，你的感觉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的感觉。那你再看我做一个，看见没有？直接往前下方，直接往前下方这个位置去使劲。哦，这就是我的发力方向的一个调节。啊，直接往前下方这个位置用力。哎，这个还可以啊，这个还可以，再来。对，很好，对，漂亮。